请收看《维新世界大地风水》。告诉张总，你就可以量，你们绝对没有问题。是很多新兴练习学有师兄师姐啊，他自己大摇大摆跑到庙上，老师我怎么脚在花软？我你没有平板没有啊？刚丢，我你控股卡拱嘞，不然卡拱了，你的皮扣啊，哦没有礼貌，好、哦、这个是罗盘的拿着这罗盘的哈啊、这个要领哈，那么罗盘呢？好、哦。你可以这样，你的这样来，好，你如果要拜佛，你可以捧着左边，这样拜佛，好，可以这样放夹在这里，这个内外不能夹外哦，往内，好，往内夹，这样拜，或是你这样捧着，阿弥陀佛，好，哎，还有呢，我们在拿罗盘的时候，你要到哪里了，一定第一个口诀要念，弟子某某，身口意供养。好，王禅老祖师尊，王禅老祖师尊身口意供养。好，弟子来看某某人的住家，或是看某某人的风水，身口意供养。好，啊，当然你要人捧着。当你的祷告默念的时候，你罗盘你就不离手，罗盘就是你的枪。好，就是天地盘，你罗盘拿了，走到哪里会渡到哪里。鼻子比喻说，那里很不平安的话，好，那里有那个，你拿着走过去的话。你走过去，那个地方呢，孤魂，无始男女孤魂呢，他们就会走开。好，你们大家都是老祖受过祭的，好，受过祭的，所以你们不要小看自己，好，也不要滥用我们的罗盘。好，你拿了罗盘拿的时候，一点很重要，浮木的头别想敢打，懂吗？浮木的上面别想打哦。你看打浮木的桃面顶的，有的那来的就来过，因为他你们手拿着八卦，把人家八卦看着一些啊，靠黑浮木黑的，我蒙人的，就敢靠啊！你在在，好、哦、别再打皮喽，做我们的做法门的大忌。好，我看过很多先生啊，啊这样看那风水啊，后贴的就蒙桃贴，打个响光靠都管路，哎呦，啊过江过靠过靠的，过徛在蒙白顶，徛在蒙白顶，徛在桃花顶。吼、哦，这里打边，这里开台那个店，吼、哦，那个非常不好，好、哦，那个非常不好的问题，那是造业，啊、哦，本来帮助人的，结果先造了业，好、哦，这个也不对，啊，那么你们如果走棚的呢，啊，你们一直念咒也可以，啊，你们怕鬼的话，哎，一直阿弥陀佛，哦，世上人的罗盘拿的话，哈、啊，鬼不会找你们，他们跪着那在跟你们叩头，跪着叩头，等会跟你们谢谢，好、啊，灵界他们在那边非常的高兴，啊，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大师，真正的大师，而且是名师，明天的明哦，好、啊，不是有名的明哦，啊、有名的名师是有名的名师哈、啊，是广告出来的，好、啊，名师啊，见性的大师。好，那么你们的这最起码的威仪呀、啊，好、哦，罗盘的威仪，好，好了，我们到里面大家先量看看，里面是不是都一样？到佛堂和神庙前面哈、哦，到前面的时候，我们呢，最好好、哦、很恭敬的把罗盘顶在头上，罗盘是一经罗根嘛，罗经嘛，好、哦，这罗经。顶个，好，行个礼，
啊，最好是这样来啊。然后呢，啊，你如果要礼拜的时候，你把罗盘放在神的正中央，表示我是无私的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拜佛啊。然后再申请了啊，那么你们拿了啊，你要哪里隔都可以啊。那么你们要在神桌上啊，你们很恭敬的啊隔神桌的，你不要正中央就隔着正中央，你在隔着中央离一点点，离一点点中央啊。那么你再隔这个像啊，在阁下哦，看做什么山？啊，这新山，啊，新山，这个雷山小过，啊，雷山小过六爻，啊，雷山小过六爻，好，那么你就知道了。啊，你们现在看墙壁上，你们要哪里躲？你们给我看看。工厂的法则相重要，主风动。啊，福要进，龙要动，进刚强，啊，进刚强呢，啊，那个公司啦，做面向一边，啊，经过高平东东，这个浮动，啊，后那东西啊，好、啊、无中生有，啊，经营呢，可以做片的堂堂，也不应该发生咯，发生。啊，甚至呢，就咱在高雄一位师兄啊、师姐呢，啊，常常开出去呢，钱人唔好哩，啊，啊，了了了，爱逼滚头母，啊，这呢，就是风水是影响，啊，那么像这个这间工厂，啊，这个砂石厂。啊，咱来到书办公厅，就伫沙堆这边遮，啊，伫沙堆这边空开化的，啊，这边开化这呢，啊，咱办公室伫这边，在这边，让让龙边叮当的是上好，但是遮拢沙石啊的堆啊，啊，那么往那边，咱就卖讲，求讲要学偌好啊。求平安啊！咱带着那边，好、哦、向这边来，向这边来，好、哦。尤其呢，你卖点人，你那我行到这里做八道去，安尼你就免来咯，傻孩子。不要再过去了，那个。哦，啊，那路是对要过来，路是对路从那边过来，好、哦，咱的办公厅，咱爱纳气。原来即摆做咧呢，你也看遐，迄、那个背气啊，哦，迄、那个办公室遐的背气啊，啊背气佫好佫动，要来经营，你经营辛苦比人家多十倍，变得袂好势，哦，所以都换个收到人来，即、這个来气，女的来气，哦，佫让他动，安尼就好啊，真简单，嘿。我们的这个砂石厂的老板啊，董事长，要让所有的同修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啊，今天啊，咱的啊，中华民国96年8月15日，昨天814空军节，今天8月15日呢，啊，咱来到台东嘉兴太麻里嘛。太麻里这个砂石厂呢，啊，这个砂石厂的地理啊，大概认真做，认真拼，结果事倍功半，不是事半功倍，啊，因为呢，啊，咱最怕工厂想惊好平当，我在前几天到大陆东莞。有一个音响公司，啊，音响台现在最开始的，啊，一个小工厂，啊，对了，赚很多钱，他就换个工厂，
盖过很漂亮的办公室，结果所有的工厂动的都在湖边，而一般地理师呢说要在龙边，办公室要在龙边，结果办公室龙边啊，他这个工厂的所有的动的冰冰冰冰的冲床洗床都在湖边，所以这下去这两千年来还没有三年啊，已经亏了2-3亿啊，几乎花不出工钱来。我说你为什么这么盖啊，你一定要请教地理师是对啊，地理师告诉他办公室要盖在龙边，像这个工厂办公室也在龙边，结果湖就动了。哦，那我叫他赶快改，花最省的钱改过来，他一定会改善的。还有一家网板印刷的，好、哦，那个电路板印刷工厂，他的办公室也在整个工厂的龙边，结果湖边全部动，做到啊，去年年底中国大陆的啊，他们就不给他回来台湾了。啊，因为工钱花不出去，禁止他出境，啊，回到台湾禁止他回来，哦，所以啊，这个莫可奈何，我们圆通法师啊，啊才啊帮他忙，他说啊，看一看这事情还是要师傅来处理，不然解决不了，啊，去看了、哦、就是这个大毛病，他说好了，那你就把整个工厂的湖边外面。再去盖个办公室，花最少的钱，你只要能够借到钱，啊，那就好，啊，那就盖了一个很简单的办公室的。结果这一次去，啊，在一个月前去的，啊，整个公司全部做成红了。原来只有200多位的员工，现在有1700多位。哦，这工作做得很顺利，啊，以前被倒了，或是欧龙写多了，那一个钱不给了，也都陆陆续续拿回来给还给他。哦，所以这个一般我们的风水学，我们是创造社会和谐的法门，我们是创造啊国家经济稳定的法门，啊，那么像这个地方呢，啊，虽然啊你向着那边。啊，但是呢，湖边全部动了，那就错了。啊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一定要改，而且呢，这个路啊，从后面来，背气，背着路气，啊，常常人家会背信。啊，那你经营的体力要经过啊，比别人辛苦了好几倍，所以我们要。把这个办公室要把它迁个地方，啊、为什么要迁呢？就扭转乾坤，扭转乾坤，山不转路转，路不转人转。好、未来若是我看到很多工厂办公室盖在龙边的时候，我问了，我又问说哪一个地理师，哪一个师傅帮你忙？哦，混脸书的徒弟盖了，来帮我点的，我一定给你贴白脚，把你们的这个毕业证书马上收回来。啊，哦，我你给老鼠气出下掉哟，好人不平安，不当紧的，不慈悲，啊，准备要盖，所以下大雨会发财。家人杀死的蹲几万，蹲几万，蹲在家。家哎，没有关系啊，你盖个车调过来就好了啦。调？盖调过来，通过这个洞很好嘛，这个整个全部洞嘛。好，把这一洞方便的话，变成这一洞。可以啊，你也在呢。这地方到兄弟家来吧，家拆掉的，拆掉往兄弟家来。后面你不影响你的工作场。好、哦，你来改这样，啊，那方便的，要让钱能进来的那都拆掉。哦，财能进来了，财可以进来，财能进来，你还要拆掉。
好，你去吃，你去二楼可以。好、哦，按、啊、去二楼呢，哈、哦，这一楼你可以一杆四米高，二楼像三米高就好了。好、哦，好，哎，你盖这样来，做什么方向罗盘？你要看看。有没有？啊？没。你要做一个记录啊！有没有带罗盘？有，很简单。那边车子给太多。是子山五项。子山五项，现在八运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三四五六七八，子间魁，啊，子间魁，好啦，这里要叫双星道相。要让它旺相，我们盖房子一定要当远得运。啊，你无在家不生后生啊？无啦，哈，安尼爱发财多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三四五六七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九子嘞，这个九子火一直动，啊，一直动嘞，啊，火来生土，你盖这样，你一直在这样做嘞。你这个还能做到三十六年左右，好啊，这整个都是水神，这个水神呢啊，一百四力的啊，四力这边九十火木火通明，四九为油，四九为金，好，那你做这样像这样的旺相。方向是旺向，叫八运，啊，八运旺向这里，九运就旺到这里来了，这还二十几年，啊，这边还有十六年，啊，那一共有三十六年，不搞，慢慢走啊，好吧，变成运动会休息。三十六年了，好不？啊，三十六年后，啊，那说呢，然后休息了，啊，那你看这里，啊，你按照。子间魁，啊，若是要动的话，啊，要动的话哈，要来把这个正确的方向，定往后，啊，定往后，来看大楼盘有没有？有没有大楼盘？大楼盘有没有？有，车上有了，来，啊，来，我好实在给你看看嘞。哎呀，你有遐天能机贴下来好不好？搞一条线，看你地梯啊，麻烦了。来，接下来，接下来。地下放一架。来，接下来。来。这放一下。定下来。定下来。好来，还有最爽吗？好不好？最爽，好不好？最爽，好不好？最爽，最爽，最爽。好。定下来嘞。你猜啊？不猜啦。无把你遐在啦，现在摆下啦。啊，看水线提线来把。有水线无？啊，我们盖房子、工厂、大门、办公室大门，一定要纳气，让人家来，你才是会丢。啊，若是说像人家这样呢，背气，路从后面来背气。虎跃动，哇！你们做人太好了，啊，这个啊，然后继续按着下去的，也就不是很好，好 啊, 啊，能够改一下会更好了，好、啊。凡是我们工厂，龙边要动就对了。我在大陆看那么多的工厂，在台湾也一样，啊，他，若是违背了这个法则的时候。啊，十家九家呢，足艰苦嘞，哈，足艰苦嘿。足艰苦安尼。这什么卦？复卦。地雷复。对。还有呢，过去什么卦？移。三雷移哈。哎、哦。做复卦好了。嗯。复卦你把它做到第五爻。是啊，第五爻，出对就五爻。啊，复卦五爻，复卦五爻，头先的五，地雷复，啊，动第五爻变什么卦？水雷屯，水雷屯，对，你是
花莲班的是吧？主要是台东还不会，刚三个月。刚开始啊，啊水利屯，啊你这个做砂石，啊就是属于开花的工作，啊水利屯就开花的工作，啊好了那爽这边要不要照一下？好，来来，这个。那有山吼，水山，我看爽个哦，咱车底准备着，水山拢无准备吼。哦，讲遐久啊，拢来。哦，我讲咱车底哦，我车底嘛爱准备一套，哦，爱准备一条水山，一捆买一条嘛都万万。等下恁哪位要花心，买个水山送师傅。嗯，好，要花心哦，啊、哦。请问师傅，那个这个房子不是要拆掉，还是要拆掉？要拆掉，啊，每平方都100多。哎，门底还几百？啊，师傅，那路赶快有车来。门路底来无要紧，但是你办公厅，你车你也来，啊，你只腰底才几百，你办公厅起路底也来。啊，车爱有名堂。爱有名堂哦，哦，爱有名堂，哎。哦，安尼你有学着啊？爱有名堂。师傅讲，我有听。可是阿里是相机的啊，车五要是相机的对不对？弟弟，啊，阿姐上午到等我哦。啊，不要紧，看你就好。这两天啦，啊。我来这节目，反正在几人看啊？奇怪哦，哦，我早都爱来甲看那个，哈哈哈哈哈。啊，啊，原来目睭去哦，刷了我卡条拢看无，啊，来只卡刷了我甲提掉去啊。看有，看有啊，哈，好，嗯。哦，你目睭无好，所以对袂对。刚砍树哈，啊，那在砍的是落雨，十斤十一斤发。好好好，最大最大恭喜！哎，其中发大是斤的，师傅嘛发。因为吼，恁发，哦，我的工厂开伫恁家，哦，我若要用钱，哦，咱的即大家的趁钱嘛发嘛，我就布施出来嘛，哦，所以十斤十一斤发。安有利嘛？哦，